如果物件要起价，我只该起的是家用的天然气。中央宣布对今仔开始天然气加数的这计数要来做调整，全台湾320万户的家庭用户，一个月会增加12块到20块，啊，汤啊装的加数计数是先无来做调整。甲头麦豆先落顶，煞来甲两个阿去。一出头麦豆炒卵，看起来就真好食款。家庭主妇戴太太当地灶卡内底传下斗顿，因斗用的是天然酵素，不管是煮菜、下滚水，或者是洗身躯，一家伙啊四个人用量拢真大。甲酵素单摕出来，两个月平均在达1200块。即马听着讲酵素又搁要起价，伊是把头格格笑袂声出来。煮饭啊，煮茶啊，然后有些做一点甜汤啊。对啊，然后他们就有些宵夜，说晚上我女儿回来很晚呐、啊，都会做一点东西吃，大概有一层。中山埔自七号开始，天然气计小平均要起2.35%，家电天然气起2.25%，全台差不多320万的家庭用户会受到影响。台北埔一度住18.73块，起做19.15块，起0.42块；南埔住20.41块，起做20.87块，起0.46块。而且用北埔的家庭来讲，一个月平均的用量是30至45度来计算，一个月就增加12.6块至18.9块。当然也是有煮啦，那一个月大概也是1000多块吧。多涨都是都当然重了，对、啊。会少用。就尽量少啊，尽量可以节省就节省啦、啊。另外，汤镇刚输跌，进前就起过一届，因此这个月计消息不被调整。但是真侪民众拢伫话讲，物件一直起价，就是薪水唔捌起过，家电支出又搁增加，落地啊又搁要救水。记者综合报道。